爱就是给予。谁知道施予有多幸福啊？会接受的人是幸运的。自我如果不满意，如何使别人充沛呢？内心仍有欠缺的人，又怎么能恩泽他人呢？施予和接受都同样是伟大的。只有从奉献当中，我们才能欣赏到接纳的美妙。不能够忘我的人，永远不能领略被爱的幸福。同情，然后学会了怜悯；等待，然后学会了信心；尊重，便懂得如何自爱；刻苦，才知道怎样坚毅；鼓励，学习了勇气；体谅，然后才懂得友谊。从不断的牺牲和关怀当中，我们才能发现爱与被爱的无涯价值。能够施予的人，心灵充实，智虑广博，意气盎然，生活丰满。不会施予的人是孤独的，因为不能建立人生理想，他们的生活犹如孤岛，与世界和人群隔离。然而，只有那些肯接受的人才会施予。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满意，否则别人更无从倾注。不将心灵门扉开启，一切也不会进入。在施与受的交替过程中，人性才能更圆满地发挥。奉献的生命变成了接受生命。也唯有肯去接受现实，接受生命的人，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。